妈，外婆给我打电话说一会儿要过来。什么的呀？我妈要来的呀！怎么做饭呀？没事的呀，妈妈偷偷点了个外卖，等你外婆到的时候把它放进盘子里就可以了呀。真聪明，外婆刚好一会儿才到。是的呀，你看外卖到了吧？放门口的呀。现在送外卖的耳朵怎么回事？真是的呀。妈妈，那你是你来就来了吗？还带什么东西的呀？我拿什么东西？这是个空袋子的，你家有什么好东西给我装着的呀？妈，你先看电视的呀，我今天学了几个新菜，我现在去做的呀。你好，外卖。我做吧。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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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是妈妈做的菜好吃的呀。不用送我，我自己走就行了。那你注意安全呀。在家好好吃饭的呀。知道了呀。在家好好吃饭的呀，还是妈妈做的菜好吃的呀。萱草花开放。妈，今天晚上我们自己做饭吃吧。